为了庆祝中华县建馆三百年，县政府举办了一系列活动。首先登场的是伫河滨顶和林国秀操场演出的诱人神鼓，现场吸引了真侪民众前来欣赏。但是因为防疫的规定，现场仅开放1000人入场。世界级的表演团体伫河滨演出，和现场是坐甲满满。文化馆长王惠美表示，已经有四五个月无参加这么盛大的活动了，因为大家配合才能将疫情控制下来。要拜托还未注意疫苗的民众紧来预约，也拜托大家随时监控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实有状况马上看医生来采检，才能保障自己和家里人的健康。中华建县即将三百年，那我们准备了一系列建县三百年的活动，在四月的时候，我们就由儿童剧也就开始了这个巡回哦。那这一次建县三百大放异彩的乡镇巡回，总共有八场。那原本预计在五月到十二月，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延了五个月。那后来因为这个气候的关系，所以在上半年我们下半年我们会先办四场。今天是第一场，请到了优人神鼓来我们和美的和仁国小做表演。23号的部分，我们会在西湖的湖西国小的这个停车场，那请了我们很多的年轻大家喜欢的歌手来透过这个志工向志工致敬的方式来挥绕我们彰化县的这个志工朋友。那接着在30号，我们会在这个园林的园林园来举办哦，那个有关于石鼓这个击鼓的，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国家级的团队。那31号我们会在体育场，那有一场 Folk 的一个这个马戏团的一个表演哦，这个也是台湾本土，但是在法国啦外国都很有名的哈。那我们欢迎我们的乡亲哦，都能够把握机会。像今天的诱人神鼓，如果你在我们的这个要卖票的话，一张都要2500以上哦。那我们全程都这个免费的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彰化县文化局表示，为了庆祝建馆三百年，县府规划了一系列大型活动，后续阁有七场活动伫彰化县各地来举办，拢是免费入场。详细情形，请到彰化县文化局网站查询。新竹华新闻李炳宏合璧采访报道。